现在我们来学习仰泳的练习，第一个是陆上的腿部练习，还是找一个长凳子，坐在长凳子的边缘处，伸直双腿，绷直脚面，脚尖内扣，上下打腿，两腿夹紧，上下打腿。仰泳常见的错误动作有：第一，膝盖过分弯曲，形成自行车状，变成蹬水而不是踢水，这个是最常见的动作。还有，脚尖没有绷直，和脚尖没有内扣，这是三点仰泳腿最常犯的错误。在仰泳的练习中，我非常建议大家买一个这样的板。将它系在您的肚子上，然后非常放松地躺在水面上，感受整个身体在水面上躺着的感觉，放松您的肩膀，放松您的臀部，全身放松躺在水面上，非常享受一下水在您身上游走的感觉，之后咱们就可以进行仰泳的学习。所以说，合上您的双腿，绷直您的脚面，内扣，上下打腿 up and down、yeah、来进行仰泳腿的练习。 OK， very good，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仰泳腿练习。如果您这方面的练习已经觉得很舒服，对于板的依赖性已经不大了，可以摘掉这个板，进行仰泳腿的行进练习。